生，我哋依家今日嚟圆你嘅梦，行呢个天后庙。不过我哋今次嗰条系咪带香啊？唔使个啊。系啊，你有呢两个有光。呢条一系行呢条啊？呢度直落，写住天后公庙。公庙行两分钟有个左边有厕所，行五分钟就到步。前后就唔会超过十分钟，天后庙。有啊啦，冇到点噶。三分钟系啦，我哋落去求神，求神，求边个啊？咩求良神？求翻个点抽开，冇错，五分钟。扮拜神啦！喂，咁你真系今次要带钱唔得啦，原来要带香嚟先得。系啊，咁呢度工程进行中，呢个系最古老嘅天后庙啊，香港。系咩？系啊，最古老，亦都系保存得最好啊，维修得最靓。最古老。所以每年呢个。天后誕就會三月，農曆三月幾啊嘛，幾萬人嚟呢度啊！你又幾誇張，幾萬。大廟依家係過去布袋澳嗰度做大事，做大事咧就喺度食嘢。係啊係，喂，冇咩做就食嘢噶啦，係咁噶啦。我哋香港人，我依家呢條路啊。
哇！有个好多人惊嘅胶袋，黐住脚嘅胶袋。正话咪飞到呢度咯？飞到呢度上面咁上下啦，就俾个山遮住嗰啲电咩啦，电波啦。就最尖呢度啦，系啊。上次我哋上去咧，你话落去嗰度做乜搞成咁个嘛？系啊。我哋就喺另一个方向去，就嗰边咩庙仔墩嗰边，过嚟呢边。咁呢边落咧，即系右手边呢边落系最难嘅，即系冇乜字都。系咯，你睇咁斜。最难嘅啲路又左手边已经好斜啦，右手边更加斜。路比较困难啲，兼且就冇咩人行。